这样，康州，你怎么了？啊！拜托你们不要管我，我真的快要发疯了！真是没用的家伙，没出息！你被假象所蒙蔽，没有勇气克服恐惧的话，那就放弃。胆小鬼！你凭什么确定我一定会死？我想要跟一金重新开始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《百年新娘》。